全部马匹准备投档八场三班，泥地千二短途一大热，八号冷门起飞啊！好，呢一开闸前面快闸嘅马，中间潇洒王之云信梵高内栏王三仲香港稳城啊，再喺后一层嘅马啦，大外档真好看啦，中间啊赢科超英内栏黑三红帽是胜意，中间夹住仲有咧就劲优秀啊，尾五王三开心旅程，咁啊后边四只铁男啦，六三巴基小子啦，尾二星云判官包咗落，尾粉红三咧就系嗰只剑飞星嚟噶。好啦，过呢个八百米嘅段处啦，前面就云信梵高放咧，真好看一路逼住喺呢个第二位、第三位香港稳城啊，落后个零。身位第四位赢科超影啦，粉红衫咧，潇洒王之猛咁骑喎，第五位啊，内栏第六位啦，黑衫红帽就系是胜意，再数后边劲优秀铁蓝星运判官，尾三黄衫开心旅程，尾二巴基小子包尾咧就系嗰只剑飞星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，前面云信梵高啊占先啲，真好开始逼佢咯，香港稳胜第三位，再见到后边噶嘛，有劲优秀喺外边追啲啦，再后边噶嘛是胜意啦，最出咧就巴基小子啊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，云信梵高仲未换到。脚噶，真好看！第二位两匹马已经抛离咗，中间有潇洒王子上翻嚟，再外档仲有巴基小子接近咗添，真好看赢啊！跑第二名云信梵高，第三名潇洒王子啊，咁至于第四名啊星运判官啊巴基小子嗰啲马都近嘅。结果呢场赛事都系摆前面走嗰啲马着数啲啊！云信梵高终点前力弱啊，真好看将佢赶过。第三名咧潇洒王子，第四名应该系巴基小子嘅机会高啲。好啦，一转马房即赢啊！呢匹真好看啊，拍保咁啊，再下一城啊，跑第二名咧就系一号嘅云信梵高啊，潘顿咁啊，翻嚟紧败啫。第三名咁啊，七号嘅潇洒王子黄浩南保到第三，第四名后上嘅巴基小子六号马伟达咁啊，追翻第四嘅，咁啊落飞嘅两匹冇晒。下保捧完杯再赢多场啊！系啦，一系又唔赢，一开斋就打阿妈啦。追逐嗰只云信梵高一条直路啊！落富全马房。好啦，又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五號真好看獨贏，派86个半，位置派32蚊；跑第二名一號雲信梵高，位置派14蚊；跑第三名七號瀟灑王子，位置派105个半，連贏位1搭5派139蚊；單 T 一號、五號、七號派1612蚊；三重彩五號、一號、七號順序派7722蚊；位置 Q 1搭5派64个半，5搭7派486蚊，1搭7派218个半；跑第四名六號巴基小子。三揀一嘅預計派彩啦，勝出組合 A3 其他冷門預計派27个半。好啦，真好看，試閘咧就後上都好輕鬆啊！出閘今日好快啊，外檔拍幾邊咁啊埋嚟啦。最緊要騎嗰位夠積極啦。係啊，一轉馬房就贏馬啦呢一隻。呢啲都系大臨馬啦，推小步都唔掂啊！最好就臨尾得個目標，追只雲信梵高啊！哇，一路咬嘴唔放。羅富全今日贏馬啦，真好看！下一場仲有隻實力馬立得狠啦。
咁啊就苏慧贤马房好啦，咁啊佢系上手苏慧贤嘅呢只啊，咁啊而家转咗马房啦。苏慧贤之外，叶楚航都好好啊，今日。亦都恭喜埋柏宝啦，又再贏多場啦。四連環嘅預計派彩啦，一號、五號、六號、七號預計派3949蚊。四重彩，五號、一號、七號、六號預計派97636蚊。柏宝翻嚟复榜啊！睇下佢啊，点样积极发牌个十二档啊！柏宝起步一路打边啦，一路望噶啦，咁样推住埋嚟啦，就系嗰只真好汉，但都仲未停手啊，仲喺度抽紧边啊！入边潘顿都好积极嘅，俾两步云顺梵高攞咗条栏线啦，跟住佢就香港稳胜啦，潇洒王子啦，都系前领嘅马，今日都系翻晒嚟嘅。后面就星运判官啊，劲优秀啊，赢科超影喺后面啦，几只都系蓝帽啦。落嚟位置是胜意，出边就开心旅程啦。殿后几只剑飞星、巴基小子同埋嗰啲星运判官。前面嗰阵咧就都有啲优势噶，反而就香港稳胜啊，褪得比较快啲啦。挂住黄金包双位啊，唔知系咪都有问题？好快转弱咗啊！落飞嗰两只点啊？星运判官是胜意，都有得追嘅。当中咧就星运判官就追得比较好啲，咁啊同埋佢都有啲左捐捐左捐右咁嘅。嗯，中间原本系灰马嚟嘅，而家变咗另一种色啊，只只都一样色。系啦，是胜意就喺佢隔篱嘅。红帽黑衫啊，剑飞星咁咪冇喎，骑落去出边嘅巴基小子又系交翻佢应有嘅水准咯，追翻个第四。好啦，复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一搭五派64.5，五搭七派486蚊，一搭七派218.5。组合独赢三拣一啦，胜出组合 A 三其他冷门派27.5。四连环一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派3949蚊。四重彩五号、一号、七号、六号顺序派97636蚊。孖宝派彩，头关11号，次关5号，派1234.5。头关11号，次关1号，安慰奖派89蚊。睇埋分段时间啦，头段23秒79，第二段22秒28，第三段23秒43，总时间1分09秒50。